看到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货车司机师傅常常使用的一个货运吊扣啊，它的打法简单，哎，方便实用。我们首先呢，我们折一下，哎，折成一个绳儿，然后呢我们这样搭在这个主绳上啊，大家看，搭在主绳上之后，我们这个主绳绕这个绳儿转一圈啊，我们细绳的话可以绕两圈啊，我们这边绕一圈，绕一圈之后我们这样拧一下，使它形成一个八字形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绳子从这个绳儿中这样穿出，穿过来挂在这个汽车的副钩上啊，挂在汽车的副钩上，这样呢就能够轻松的杀紧货物啊，非常的实用，也是非常的轻松的就能杀紧货物啊。然后呢我们解开，我们这样直接一拽它就开了。